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问说哈，这一块，这整块的面积等于多少？那这我们可以怎么看哦？我们可以把它看是两个梯形的面积相加。好，那第一个梯形的面积多少呢？这上底是 B， 下底是 A 嘛？它高现在多少？高的话哈，就是这一段的。那这一段等于多少？这一段的话哈，就是等于这一段的。那这一段多少？就是 A 减 B 嘛。所以这个是 A 减 B。也就好，这个高是 A 减 B 啊。然后呢，这一块梯形的高是多少？这个多少？也是 A 减 B 啊？为什么 ？A 减掉 B 嘛，所以这个是 A 减 B。所以啊，两块梯形的面积哈，就是那个啊，这一块是 B 加 A 嘛，上底加下底，乘以高，高是 A 减 B， 啊除以2啊。它加这一块，这一块也是一样的，哦，底层高，哦 ，B 加 A， 底层高，高是这个嘛 ，A 减 B 啊除以2，好，啊这两个一样，所以就变成哈，A 加 B 乘以 A 减 B 的平方，好，这是 A 加 B 乘以 A 减 B， 那这个是等于 A 平方。减掉 B 平方，所以这块面积叫 A 平方减 B 平方，所以答案应该选哪一个哈？应该选这个。好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A。